是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，小猪佩奇，宠物农场。猪妈妈和猪爸爸带着佩奇、乔治和小兔瑞贝卡去宠物农场参观。妈妈，什么是宠物农场啊？宠物农场就是你可以见到很多小动物的地方，你可以给它们喂食，还可以抚摸它们。哦，我喜欢很小很小的小动物。农场里有一项很重要的规定，就是在看小动物之前和之后，我们都需要把手洗干净。好的，猪爸爸。这就是宠物农场。你们好啊，小可爱们，我是这里的农场主獾夫人。你好啊。那么在我们去看动物之前呢，我们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去做，那就是要把我们的手洗干净。说的没错。首先挤点洗手液，搓出好多的泡泡呀。我很喜欢泡泡。接着用水冲干净，洗洗洗小手，洗得很干净，大泡泡小泡泡，小泡泡大泡泡，洗得很干净。獾夫人，你的宠物农场里都养了些什么动物呀？我们在这里养了小鸡。这就是小鸡了。小鸡们现在应该吃午餐了，你们想给它们喂食吗？我们想喂它们。那好吧，你们各自拿一包谷粒喂它们。小鸡们快来吃，过来吃谷粒啦。小鸡小鸡快吃。这些小鸡可真幸运啊。是啊，这一下它们可吃饱了。对了，你们中有谁想要抱一下鸡宝宝？我哦，它们真的好小啊，而且它们毛茸茸的，它们真是太可爱了。没错，鸡宝宝们很小，毛茸茸的，还很可爱。獾夫人，请问你还养了其他什么动物吗？我们这里还养了些豚鼠。我们能看看那些豚鼠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不过在看豚鼠之前呢，你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手洗干净。你们说的没错。洗洗洗小手，洗得很干净，大泡泡小泡泡，小泡泡大泡泡，洗得很干净。这就是豚鼠了。哦，快看它们可爱的小脸蛋。再看看它们那毛茸茸的身体。你要是喜欢，可以把它们抱起来抚摸。哦，你真是太可爱了。它们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我应该不会用可爱这个词来形容它们。它们可是很不错的宠物呢。爸爸，我们能不能养一只豚鼠？求你了。可是我们真的没什么空间可以用来养一只豚鼠啊。不需要有很大的空间。也许还需要非常细心的照顾这些豚鼠才行。不需要，养豚鼠不用费那么多心思的。我一定会负责照顾好它的。可是佩奇，你可能不会想一直照顾它的，那么这样你们可以替它照顾豚鼠。快看看几点了，我觉得我们该回家了。哦，是啊，快看，瑞贝卡，你妈妈来了，他到这儿来接你了。兔妈妈带着双胞胎罗西和罗比来农场了。你好啊，瑞贝卡。你好，妈妈。哦，快看呐，两个多可爱的小兔宝宝呀。没错，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，他们两个真的是非常可爱。我们可不可以抱一下他们，兔妈妈？当然可以了，佩奇。不过在抱之前，你们还有件事情要做。把我们的手洗干净。洗洗洗小手，洗得很干净，大泡泡小泡泡，小泡泡大泡泡，洗得很干净。现在你们可以抱罗西和罗比了。你今天玩得开不开心呢？很开心，妈妈。我们给小鸡喂了谷粒，我们还抱了鸡宝宝，我们还抚摸了豚鼠。而现在最开心了，我们怀里抱着的可是兔宝宝。佩奇喜欢宠物农场，大家都喜欢宠物农场。宝贝，宝贝，宝贝。